毛家伟的乡亲们，大家好！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头上的小飞机，激情开吼！因为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解封啦！闻点闻点闻点，好久不见，看你白胖胖出现，你要控制住你自己啊！奶奶，解封啦，可以出家门，我们每天都有好好消毒的。爷爷奶奶，出门溜达可以，我们不能打麻将哦，听话的。帅哥，自由的气息是不是扑面而来呀？还有7天过渡期， hold 住，你是最棒的。小神兽们可以出门撒欢啦，知道你们都很乖很乖很乖，我为你们骄傲。几点建议还是希望要记牢，勤洗手，戴口罩，不扎堆，不瞎闹，多运动，常消毒，不信谣来，不传谣。乡亲们，恭喜解封，一起加油！